家好，我是营养师婉华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最近的益生菌真的好多哦，常常都人手一包。那在你吞下去之前，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吃益生菌呢？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们肠道里面的益生菌会越来越少。但你知道吗？有70%的免疫细胞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，所以肠道里好菌坏菌的多寡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健康。那些坏菌就像小恶魔一样，会使我们便秘、腹泻、生病、感冒等等。好菌呢，就会像小天使一样守护我们的健康。你知道要怎么挑益生菌了吗？第一个，菌种本身要通过耐胃酸技术。第二个，菌数要高，因为高菌数就有更高的几率可以存活下来。第三个，要提供益生菌营养来源，像是果寡糖、菊糖等膳食纤维。再来就是剂型的部分，有粉状、液状及胶囊，哪个比较好呢？您可以参考这张表格哦。益生菌是肠道的保健圣品，建议可长期服用，一天至少一包，才能建立肠道的护卫军，长保健康。最后，红牛祝福大家身体健康。那我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这边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